你给我出来！你把娘们海瑞里的东西给我交出来！爹的，真的当时找你呢！你快点来，爹当时找你呢！爹，你还知道你有爹啊？我爹呢？我爹呢？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爹，冯一凡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赶紧把东西给我还回去，要不然爹能打断你的腿。 我告诉你们啊，首先我是绝对不会怕你们的。其次，不要以为你们人多你们就一定能赢。这个混蛋欠你们多少钱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你们看看这个家，有什么值钱的，你们随便搬。除了我，那儿还有两只鸡是喘气的。你们要是看上我呢，也求求你们把我也给带走，帮我脱离苦海啊！我也不怕丢人，这个混蛋早就被我给逐出家门了。 再说最后一遍啊！今天早上我跑回家里，在娘的牌位下面偷了这个东西。去，打人了！打！让开！打！给我撕了一打！使劲啊！爷，不能打了，一动不动了，再打打死了！太残忍了，再激烈点！ 爷，这真不能打了，再打真打死了。死了不行啊，他死了，欠爷的钱你来替他还呐。慢点，慢点打你们。哎，起来，小疯子，该吃药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爷亲自喂的。
小弟刚才并非是死了，而是在与牛爷的这几位兄弟交手的过程中，突然有一事没有想通，所以元魂出窍，进入了冥想状态。牛爷，您上眼观瞧，据那仙翁所言，此物乃是盘古开天辟地之时。 王屋与太行两山相撞之日，女娲娘娘上街买菜时所得。牛爷，你也看到了，刚才那几个兄弟宽宏小弟时辰长达半炷香的时间，小弟不但毫发未损，而且头脑清晰，目光清澈，全都仰仗此神物。牛爷，你如若不信的话，再打小弟一拳，是吗？嗯。<笑> 牛爷，你也看到了，通常人吃了牛爷你这一拳之后，定当是七窍流血，暴毙而亡。可小弟我呢，简单的吐了这么一小口血。看在您对小弟这么好的份上，今日小弟就将此物赠与您，行吗？牛爷，哎，当着我桃源镇父老乡亲的面，也请大家帮我做一个见证。今日我就将此宝物赠与牛爷，来显示我丰毅凡的一片孝心。 小方子，你还真是铁匠铺里的货，天生挨打的料啊！啊，一个什么小破球，你告诉我这是神物？你真拿我当傻子呢？骗谁呢？六爷，六爷，我说的都实话呀，这真是个宝贝，我爹说了，这叫九龙珠，是皇上用的。六爷，你得了这个，没准还能登基当皇上呢。六爷，真的呀，真的。六爷。 他是真把你当傻子了，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过来，把那个袖子塞进去。这破玩意儿，我就寄存到你肚子里了啊！3天之后，你小子要当皇上了，你欠老子账就你不消。哎，大家伙做见证啊！如果3天以后。 你小子要是没当上皇上，要么还钱，要么老子给你从肚子里抽出来，我自己当皇上。就是这样。你确定这九子是你生的？你是赌奸赌出幻觉了吧你？ 我知道你一时间很难接受这个事，可这就是真的，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身上，真的。 你把话说清楚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。800年来，天机阁和我护龙一族世代相生。天机阁为皇室破解天机，护龙一族封家世代守卫皇族，世人鲜有知晓。那也就是说，您给我说的九龙珠保护皇上都是真的？爹。 您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呀？咱们家是不是还有别的宝贝？您藏哪了？啊，莲蓉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丰毅凡注定不凡。哎，怎么样？护龙一族，我能生龙子。爹，我是不是也有龙族血脉啊？哎，那我应该娶个公主，我怎么娶她呀？你快闭嘴吧，听爹说。 看来，护龙一族后继无人了。爹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跪下！跪下！我说你呢。哦，玲珑，你也跪下。是。当年，我护龙卫和妖妃恶战。是障眼法，乌云遮月方位不变，师兄。 再继续追下去，定会中真妃剑姬。大家小心点。是。陛下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
的臣妾好找，臣妾只不过是想要您身上的那颗九龙珠。一起上，找时候带陛下走。山林中，就是想有朝一日解开九龙珠之谜，杀了妖妃，继续辅佐皇室的千秋大业。今日小凡吞下龙珠，生下九子，这可能就是天意。你们要记住，作为虎龙一族的最后一脉，从今往后要把九子视为己出，要疼爱他们，守护他们，就是死也不能让九子分离，更不能让他们落入妖妃之手。我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吗？爹。死？爹，你是讲神话故事呢吧？我凭什么我就死啊？我这一天我这是怎么了？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我可能是最近赌钱赌得太累了。那个莲蓉，你陪我爹聊会儿，我睡觉去了。哎，你这混蛋，你给我回来！莲蓉，别管他，这个畜生！哼。在下封一凡，人送外号桃源镇赌圣。哎，各位，报个出处吧。老大囚牛，这是我七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我善音律，天下乐器无一不通。下面我为大家演奏一曲。眼睛上，我可以上观天庭，下查地府，中看这人世间千百里。我还可以透视。透视？嗯，这是几？六。这个呢？八。这回可发财了。在这儿呢。你干嘛呀，小矮子？我叫蒲老，是老四。虽然说我个子小，但是我也很厉害。我爱好特别多，琴棋书画我样样精通。比如说这枪，就是围棋这方面我就可以会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老？蒲老。我看你应该叫话老。我叫蒲老咋成话老了呢？这你闻着了没？烧烤。哎，有啊，谁呀？三爷，你干嘛？絮絮叨叨的，吵得我脑子疼。老五酸泥，能控火。哇！我是老酒吃稳，能吃膳食水。水啊，专门克火啊！你克啊？你信不信我把你变烤猪？哎呀，
你信不信我把你从牙签泡得像我一样胖？你牙签，你全家的牙签！哎，你来呀、啊！你还想打人怎么的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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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呀！你打我！我是老六，把下，山史力。老七必案。谁？老七必案。老人家，你又怎么称呼？宝记松松挽救，千华淡淡功成，雅爱书籍，博古通今，善智谋，才华横溢，八字复习。哎，你们一个个都起的什么破名啊？哎，什么干，什么系，什么弊的，我重新给你们起一个。你叫什么来着？球牛。牛就牛嘛，你玩什么球啊？你是老大是吧？大你。二牙。小三。小三。同五。不是，为啥我不姓小啊？攀比。小黄五。高六。我叫彼岸。你叫老七。我叫彼岸。你叫老七。我就叫彼岸。你就叫彼岸。我就叫复习。你愿意叫啥叫啥。我老九。你赛脸是吧？是不是赛脸？闭嘴。大嘴酒，都记住自己叫什么了吧？记住了。爹什么爹？爹什么爹？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无论家里外，你们不许管我叫爹。可是昨天爷爷让我们叫你爹。昨天已成历史，从这一刻起，你们就叫我大哥。来了来了来了！你看馒头，看到了看到了，好香的馒头啊！跟我一样，要等爷爷先动，你们才能吃，知道吗？以后啊，要讲规矩，懂礼数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好了好了，吃吧，吃吧。拿一个，别抢，别抢，别抢，别动，别动。啥也不是。哎呀，给我！成立，由你红旗一事掌管，且代代单传，无一不是身负大神通之人。你宁可在这天牢里日日受尽嗜血石蛮啃噬之苦，也不愿透露半点关于九龙珠的秘密。你对皇室可真是忠心。这天机便不语，皇权早已不存于世，如今的天下尽在我一人掌中，只为早日登仙极乐。你若助我，我便还你肉身，不再受这嗜血之苦。冥顽不灵。你别抢，这是我的。你我这个好吃，来肉肉肉。肉呢？肉还有吗？哎，再加一个这个。哎，真香啊！谢大嫂，别挤我。这谢大嫂，谢大嫂，给我给我。嗯，再加一个这个。你出来，我有点事跟你说。嗯嗯嗯嗯。来馒头了，馒头。给你一个。这个我留点。嗯嗯嗯。你干嘛啊你？刚立秋，
你看这每个人都见底了，这老九简直就是个饭蛋。你说你呀，也不想想办法，光顾着吃。爹都去卖鱼去了。卖鱼？那能挣几个钱啊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曹云正、鲁胜早就想好办法了。能让爹去卖鱼吗？你看你，哎，有猪头。哎，你猪头跟我留着。以前就一个，现在多了九个。皇上了，万岁，还钱吧！啊，牛爷，借不说话。成，怎么着啊？牛爷，这两个是我远方来的亲戚，倭国人。倭国人？哎，牛爷，这两个人呢，没见过世面，而且人傻钱多，第一次来咱们桃源镇，就非嚷着要到赌场来看看，我就领他们出来看看。看吧，老子开赌场还怕他们看吗？哎呀，牛爷，你有所不知，您看这两家伙一脸的倒霉相，一看就是来给赌场送钱的。所以说，我马上就给您领来了，仗义吧？仗义！哎，牛爷，你别老盯着他们看呢，你一看给他们看毛了，外国人会认为你在嫌弃他们个矮，长得难看呢。对，哎，牛爷，事成之后，咱哥俩三七怎么样？二八，哎，没得商量啊。但是，你欠爷的利息，我全免了啊。牛爷，我仗义吧？仗义。二位小爷，来，狐狸请，来，下注了，快点啊！买大买小，来买低买小，开！
这把不算，这把不算啊！这把不算，手不拿开啊！手不要了，这我是老板，听我的，赶紧的！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我们掌声欢迎二位窝过来的友人，鼓掌啊！鼓掌，鼓掌啊，大伙儿！今天呢，牛爷我亲自坐庄，专门为二位外过来的友人设个专场啊！你们就不要下注了啊！哎，你去给那个倭国友人搬把椅子，快去！来嘞，你到这儿，说你呢！来来来，到我这儿来，到这儿来！对，赶紧的呀！借过借过借过。那个，来，快点请。规矩都懂，是吧？那咱们开始。来，来了啊，走了。哎，买的多，赢的多。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买定的手，请下注。下注，下吧。下注啊！哎哎，看什么呢？下注啊！哎，这我不是挺有钱，就一文钱。哎，不是，牛爷，您糊涂啊！这赌钱刚开始都是谨慎的，尝到甜头，那他自然不就下注了，是不是？那到那时候，那不是亲给咱们哥俩送钱的吗？牛爷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来来来来来，开啊！三四五，十二点大，来，恭喜老板啊！恭喜恭喜，鼓掌啊！鼓掌啊！喜得一枚铜钱。哎，再来！哎，买定离手。下。来来，快点快点啊！开，一二三，六点小啊！你看这手下厉害。两枚呀、啊，两枚，拿去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，摆了摆手，哎，开！脏了您的手，不痒了，不痒，不痒了，不痒。再痒告诉我啊！哎，好，来。嗯，小白雪这边呢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快点，快点啊！站住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哎哎，牛爷牛爷牛爷！哎，别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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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痒，不痒，真不痒了是吗？真不痒，手拿来，拿下来，快点，这只。哦。老实点啊！再不下老子砍了你！离我先远点！咋了？先生，
三妹，快进来！回来了！哇，可真不少！来来来来来！哦，今天可真是大丰收啊！上来上来上来！哎，走，走上去上去！哇！哦哇！这么多，哎，这么多呢！啊，哇，这笑话也还藏着，我们发财了，等等，怎么样？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战利品。小疯子，你们今天死定了！哟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，牛儿。还记得我这只眼吗？二牙。哎，舞刀弄枪会伤了和气的，拳脚相加即可。哎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上上上，赶紧上！无情，好残忍！二牙，再狠点儿！你们这帮废物，我白养你们了！我你猴！扇你耳光！你打我的时候了吗？不要不要了！哎哎，我好像还欠他钱呢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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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二三四五，五两，那连本带利就是五十两，是吧？不能不要，不能不要！我封一凡岂是欠钱不还之人啊？嗯嗯。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！五十两。来，嘴掰开啊！啊啊！不要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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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七，老七，老七，老七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哥，这都是老八弄的。老八，我觉得此举不妥呀。老八，老八，不在此。你弄的？区区小事，对兄弟几人简单如此，唾手可得。可以呀，啊？龚一凡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嗯、啊？你看看这些鸡鸭鹅羊。看看咱们家的院子这么小，怎么养得开啊？哎，老四，来来来，大娘把那个鸭鹅赶到石头边上去。大娘二牙、啊、去帮忙，快。哎，小三儿，小三儿，嗯，过来，嗯，来，帮娘把那鸡喂了啊。好嘞，嫂子。这孩子没大没小的，来，过来。哎，你看看，这么大一头猪，臭死了。以后产出粪的活，可都是你的，我可不管。爹，爹，粗粮细粮咱都有了。你看还缺啥不？老六啊！哎，娘，你是去哪儿弄来的？不傻、哎。你刚刚喊我什么？爹。再喊一遍。大哥。有点气势。大哥。哎，记住了。以后你们只能喊我大哥啊！大哥，我觉得还是不妥。先卸车啊，去。范建呢？哎，老九哪儿去了？哎，老九，老九，哎，老九，老九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老九，你这是出海了吗？兄弟，辛苦了。没事。冯一凡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他们都是咱们家孩子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以后都不许叫大哥大嫂，让人听了笑话，真是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一个称呼嘛，何必那么在意呢？我曾经给你说过的美好生活，现在有了吧？粮食满车，牛羊成群啊，还有猪，那儿还有海鱼，还有，一定要洗干净再吃啊。嗯。天机秘籍混沌术，天机老人，我们已别有22年了吧？护龙将军，别来无恙。世事皆世事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苟活了20多年，天机阁死守了千年的秘密，终究还是出现了。老夫能够等到今日，已是死而无憾。如今天机阁已无天机，护龙一族无龙可护。如今看到你，我命将休矣。老夫今日前来，除了与将军一叙，另有句话想说，洗耳恭听。可妖邪之力，为至刚之意。挽九子之志，为至柔之血。久违至刚逞阳之术，可这至柔之血，天机不可泄，天定之日，其意自会呈现。老夫就此别过，望将军好自为之。
天机阁秘技混沌术果然神奇，但他又如何知道我早已在他的魂魄中种下印记？他运用混沌之术倒给我们引出了风震豪藏身之处。确定九子已经驾驶？五日之前西南天空出现异象，正是桃源镇风家生九子，声辩能语，个个与众不同，身怀绝技。村民们传言。传什么？传言九子为妖。妖？龙王之子降世，却被世人看作是妖，你我妖灵却被世人看作是神，真是可笑。那就把那几个妖给我带过来。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莲蓉，莲蓉，必须给我查出来，查出来是谁干的。查出来是谁，得给他打断。你们这些逆子还敢问我是不是遭抢了？是你们抢了人家。这几日你们鱼肉乡里坏事做尽，这畜生和粮食事小。让我来说，你们家那九个长得奇形怪状的，还都会法术，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不会是什么妖怪吧？就是，那可怎么办？现在吃我们的粮食牲口，粮食牲口吃完了，这不是要吃我们了吗？是吧？就是，让他们走，离开这儿。说就说嘛，妖就妖嘛，嘴上人家脸上。对吗，爷爷？常言道，人家生气咱不气，气坏身体没人提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请回吧，小凡，他们是天机卫。哪还有什么忌口味啊？二牙，臭家伙！十余载，您可称得上是宝刀未老啊。二十二年了，我知道妖妃尔等一直在寻我，我隐居山林，一直不谙世事，就是想过些清闲的日子。随着九子降临，我便知道这一天要来了。既然躲不过，那我就和你们这些爪牙做个了断吧。风将军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交出龙子，我便留你一个全尸，如若不然，此处就是你护龙一族的埋骨之地。小红武，老七，到，给我杀！好。大哥，老公，
走多远，千万不要回来。爹，莲蓉，记住一句话：可妖邪之力，为至刚之意；万九子之志，为至柔之血。你答应我，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他们。快走！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，走。爹走了，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可人死不能复生啊，你要振作起来。相公，以后你就是当家的了，眼下得赶紧把老二老五老七给找回来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。哎，小三啊，你不是会千里眼吗？你赶紧看看你二哥他们现在在哪儿。好。外面雨太大了，我看不清楚。万事皆有定数，福祸皆为因果。冯一凡，你赶紧起来，起来，起来呀，起来。够了，商量什么呀？你让他们商量什么啊？你们几个给我滚，滚！你发什么疯呢？他们都是咱们的孩子，你看把他们吓。孩子？你看他们哪个像孩子？
告诉你，他们是妖怪。你闭嘴！爹说他们是，他们就是咱们家的孩子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家，家在哪儿呢？我问你家在哪儿呢？我爹没了，我就没有家了。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他们是妖怪，和珍妃一样的妖怪。你，冯一凡，他们九个是你生的，你说他们是妖，那你是什么？下个月初三是我的诞辰，只需公告天下，在我寿辰之日会拿着三子祭天，为苍生祈福，他们九子连心不会置之不理的，我们只需等待便是。娘，我睡不着。来，到娘怀里就不害怕了。嗯。大哥说我们是妖怪，娘，你不怕我们吗？说实话，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，把我吓坏了。可是你们的爷爷说，你们以后就是封家的孩子，叫我娘，我就不害怕了。大哥不要我们了，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呀？香，真香，太香了。大娘，我饿了。睡觉，睡着就不饿了。我就是饿醒的。老九，你觉得你现在说饿合适吗？老大，你觉得你现在肚子这么叫合适吗？就这么点啊？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我娘，娘，娘，走，娘带你们吃面去。好，好嘞。哎，老三，你别吃啊！你这么小，吃多少也浪费。吃这碗吧。哎，老四，你也别吃了，你这么吃也不长个，给我吧。老九就是吃货，哼。老九，不是大哥说的。你这一顿饭就给娘的嫁妆吃没了，就是够了没有啊？啊！娘，我有办法了，钱没了可以学大哥那招，
卖艺葬母。你希望我早点死是吗？那就葬父。娘，吾有意见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今日我们兄弟六人来到贵宝地，盘缠用尽，想讨一口吃食，还望各位乡亲父老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使劲鼓掌。好人的，老八，来放好了。面，娘，有人抢生意。啊、让让让让！你抢什么呀你？老八，你快看看，写的什么？下月初三他们就被妖猴斩了，还来得及，还有十来天。但是你这事怎么办呢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娘，他这么絮叨，你说这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收拾东西现在就走。这天都黑了，你天黑出发太危险了。你万一碰上个山贼，你劫匪把我们抢了，那都犯不上的事儿。完了完了，老爸，你读书多，赶紧想想办法。这可没招了，办法已经没有辙呀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大哥，你带我们来赌坊干什么呀？阴阳相负，好坏相依，人非实木，因时而变。啥意思？你先别管啥意思了，我跟你说，要是让娘知道了，可就有意思了。咱娘最烦的就是大哥赌钱。娘怎么知道？你我虽然守口如瓶。你俩瞅我干什么呀？好好听我说，
老三老四不能来这儿，他们跟那人打过架。爷爷，干活去。哎，好嘞。那老大呢？囚牛来这儿更没什么囚友，我们三人是生面孔，来这儿绝对没人认识。呸！三个臭卖力的。现在想要凑足盘缠上路，办法只有一个。过去点，别急。这把拳要大。我让你全压了吗？那我不是想法把大的吗？自作孽不可活，我就不该带他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啊？就算我纵览古今，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。臭老九，八哥，咱们又有钱了。哪来的？啊？那边的大哥借的。兄弟啊，今天你们一共欠我120两啊，算上利息呢？刚借就有利息啊？没有利息，120两，那还钱吧。欠你的钱自然不会少你，是否可以宽限几日？那刚才这位小兄弟借钱的时候，说马上就还呢。那谁想着能输？看来今天几位是还不上了呗？啊，好吧。实不相瞒呢，今天几位在广场卖艺的时候，那真是天赋异禀，各有所长啊。啊，看清楚了，这写的啥呀？算了，我跟你说吧，从今天开始，为期一年，他们仨就归我戏班了啊！回去告诉你们家大人，我会好吃好喝的。照顾好他们仨，听清楚没？你外吵吵，我不聋啊！我这个岁数。小八咋回事啊？普老，告诉囚牛，一定照顾好娘。哎呦，四哥，回家吧。我去干活了。那还回啥家呀？都住庙里了。哎呀，就一年。整那个生离死别像功夫刑场的似的，快去吧，快去家吧，一会儿你妈着急了。啥呀？这不完了吗？这不是完了。右边。完了。你干哈呢？岁数大了不干活了？去搬箱子去。粗鄙。完了，真完了，完了。照顾好九子，还是让九子分你。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娘，爷爷的在天之灵会明白的，你的实力也不允许啊。
大哥。嘘，别叫大哥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不闹了。说，你别说话。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嗯。人在三更时分是睡得最死最沉的时候，到那时候我会来找你们三个。我们四人趁着夜黑风高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出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现在继续吃馒头，等会儿我来叫你们。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呀？看似绝情，绝非如此。万事皆有因，有因必有果，因果循环，此乃天定。常言道，八哥，哎，挺晚的，都挺困的了。你要有什么意思，你就直接说出来呗。你们觉得我们为何会在此处？我们欠人钱，把自己卖了还债。我们为什么会欠人家钱？赌钱输了。那我们为什么会去赌？我们想赢钱当盘缠进京，去救二哥他们。此船开往何处？京城。我们花钱了吗？没有。明白了吗？嗯，没有。我明白了呀，白坐船不花钱呢。那娘他们怎么办？此番进京可谓危险重重，凶多吉少。老大、老三和老四一直是我们九人中战力最差的，他们如果和我们一块儿去，不但帮不上忙，反而会拖累我们。大哥和娘两口子又是凡胎肉身，故此我决定将他们留在桃源镇，就不和我们一块儿去冒险了。所以此番进京任重道远，你我三人虚怀不成功变成人之心，救出二哥、五哥和七哥，那时我们再重回桃源镇，一家团聚，共享天伦。想想，你慢走我也得正常走，你正常走我也得快走，你要快走我也得小跑，你一小跑我都飞奔了。等一下，哎，走啊！我速度都起来了。你闭嘴，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马蹄的声音了。天机卫，跑！跑！走！真是好热闹啊！嗯，走了，再见再见，哎，再见再见，回去吧回去吧，再见啊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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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八哥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我们先找个地方安顿下，再准备进这皇宫。皇宫这么大，我们怎么进啊？靠这儿进。哦，你。先吃饭，满月去。不饿了，先买新衣服。先吃饭，满月去。先买新衣服，先吃饭。不用买衣服。嗯。看东西都掉了，别跑了，先睡觉。哎，这位客官，要住店吗？哎，里面请。嗯。里面请，请请请。可站到了。
好好睡觉了。给我来一间客房。面来了，凑齐了，总共18碗面，您可真是海量。哎呀，这刚垫个底儿，等去了皇宫以后，去他们厨房里。能别张嘴闭嘴一直提皇宫的事吗？小心隔墙有耳。别玩了，老四，我还得给你做斗篷，要不你别去了。娘，那可不行，我们是兄弟，我必须到场。哎呀，今天晚上是妖妃生辰，我们只有最后的机会了。来，你们都过来。娘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们讲。是谁？被发现呢，发现怎么办？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娘，老八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他们呢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可能有诈，我们快走。走。多时了，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们大人，你们既然来了就都别走了。让我瞧瞧，都来齐了吧。老大囚牛的生母乃是水牛精，老三朝风之母则是凤凰，四子蒲牢之母乃是北冥蟾后，六子霸下，八子复系，两个同母玄武，九子吃吻，南海景坤。哎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护龙卫后人。护龙一族。真是可笑，既然来了，那你也出来吧。妖精，放了我那三个孩子。风正好，想不到你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儿子。你是不是把我爹杀了？正是老夫，
今天我就要为父报仇。相公，相公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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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就让你们九子团聚。娘，不行，他们身上有妖邪之气。把其余六子带来，杀了那个女的。哼！小心，碧岸他们现在已经失去意识，当务之急必须先制服住他们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就打吧！来人，给你！无论你是什么妖怪，进入我兄弟几人，定要你魂飞魄散。荒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等你们九子已经百年了，用你们的血和肉炼成九龙混天珠，助我登仙极乐。娘。
九子之志为至柔之血。原来至柔之血说的就是你这贱人之血。九曜顺行，事有光明，天地自然，云转太虚，巽离坤震兑艮坎乾中。妖后，是一直想要我们九子合一吗？今日兄弟就如你所愿。之地，苍生安宁。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。去哪了？随心随情，无能为力。悄然修你的发，颓然半风趣。抓得住星星，却又抓不住你。想一想，只想盼，享受无所顾忌。惊心惊觉，惊慌失措，无望无依。放开的手，顷刻是了脱，留得住时间，你的分秒却已不见。风雨潇潇，无尽的夜，心头难释是你的。
奇迹，也许，也许一生都无法触动你脉搏心跳。多想让你知道，但依然为难我自己。算了吧，就这样吧，无可奈何了。风雨潇潇无尽的夜，心头难。